麻烦了，快拦住他们，不要让他们离开房间。他们，别出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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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出
听见了吗？你不会连你父亲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吧？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林小姐，你要如何才能相信我呢？证明。怎么证明？脱。林小姐，您是有未婚夫的人，不能迟总不在，就这么对你的保镖吧？我给你两个选择。 意思了，你的心跳很快。 第一次被女人摸，我当然紧张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果你不是那个人的话，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道疤？ 又要干嘛？系安全带。林小姐不必紧张，我对你没有意思。杯子里是热牛奶，你要饿的话就喝一点吧。不用你多管闲事。我也不想管，无奈你爸出了很多钱，我也是拿钱办事。开车。 别动！别动！林小姐，是我。谁啊？啊！
你要动他，你得先问问我。好大的口气！上！你受伤了，林小姐，坚持一下。 林小姐，这是第三次交给你了。事不过三，你可要好好保管，别再丢了。有你最亲爱的父亲和最信任的未婚夫做证，林小姐还是不相信我吗？爸，我到底应该…… 你干嘛？叫你吃饭。不用你叫，我自己可以。你自己可以，那天还会被烫到。以后我会把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，在你身体的正中心，沿着桌沿一掌的位置就是你的餐盘，勺子在你餐盘右边一掌的位置。 水杯在你勺子的右上方。为了方便，以后我会把汤都放在杯子里，杯子就在你餐盘左边一掌的位置。你只要找到这个空间感，以后你就可以试着自己吃饭了。你试试。 林小姐，我喝多了，你这样做很危险。 放开我！是你自己爬上来的，我为什么要放开你？你要是敢碰我，我一定让你把牢底坐穿。是你灌的我酒，也是你脱的我的衣服，你凭什么冤枉我？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再确认一下。 要确认什么呀？能让你又灌我酒，又脱我衣服的？你不叫周末，你叫秦墨瑶，对不对？你找人查我？我没有找人查你，是有人给我送来了你的资料，说你不叫周末，你叫秦墨瑶。 你做过一场手术，左下腹有一个疤。
然后呢？你就说你是不是秦墨瑶？是。你承认了？那我爸确实是你杀的。林心彤，我可以发誓，我秦墨瑶跟林国富的死没有任何关系。至于我为什么要用周末的名字，那是我的私事，我没必要跟你解释清楚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。你也可以现在就把我解雇了，不过你最好想清楚，你身边的人是否真的那么值得信任。阿莫找人伤害你，再像救世主一样出现，又授予他们栽赃与位，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，为了博取你的信任。就是一个女的，她戴着一根项链，钻石的，上面有一颗蓝色桃心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。林国富死了，林心彤瞎了，我们不都是想趁这点机会捞点钱吧？葬礼那天来了很多讨债的人，我爸欠了很多钱，要我还钱，我妈还气出了脑溢血。妈妈不可能会伤害我，她应该是有什么原因。之前就跟你说过，出浴缸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，有没有伤到哪儿？秦墨阳，啊，夏雨薇和池山背叛我了，我来是想问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阿莫，我爸的死是不是和他们有关系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阿莫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？说过我就是那个人，因为我不敢，我知道你始终不肯相信我。我不相信你，我问过你那么多次，你是不是那个人？你说你不是，我也相信了。结果呢？你爸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我杀了你爸，我为什么还会一直留在你身边？为什么？为了骗我的钱啊。现在，你还相信池山的鬼话是吗？我不信他。但凡我相信他，就不会再听到你要跟他合作的时候，觉得你是有苦衷的。但现在看来，是我错信你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，是吗？不然呢？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吗？说你们家破产了，一群人逼着你还钱，你为了钱应该什么都可以做吧？你要钱可以来找我呀，可以试试看你在我这儿值多少。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一个货色是吗？如果你真的坦荡，你从一开始就应该承认，而不是一味的逃避隐瞒。我承认，那天我去林家是受池山的雇佣换遗嘱，我没有杀人。世事变化无常，眼里失去了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？你说没有就没有。林心彤，
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，你难道真的没有感觉是吗？我没有感觉，我一直想找到杀我爸的那个人，可是他一直就在我身边。不是要证明吗？这感觉和那天的一样吗？林心彤，你好好想一想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话。你要真的觉得我是那个凶手，你现在可以去报警。相信过你，可你太让我失望。喂，我要见你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怎么来了？把他签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的新合同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。你肯相信我了？三点。第一，如果我爸真是你杀的，你完全没必要冒充周末来到我身边让我抓你的戒心。第二，如果你真是为了那点钱，那你天天在我身边完全有机会偷走印章，然后把我的钱都转走，但你没有。那第三点呢？第三，你喜欢我，周末说的。怎么，他是骗我的？没有。我喜欢你，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。可以签了吗？这是我新的私人助理，秦墨瑶。迟早，林小姐的演技倒也是挺好的呀。他们都在我面前演那么久戏了，我怎么能输给他们？既然都公开跟他撕破脸了，为什么不干脆把他赶出去，还让他住在你的房间里？你没发现吗？关键时刻，迟山根本没有站出来帮他。你是觉得迟山还会向着你？你不会以为，在你眼里，我看起来那么像好骗的傻白甜吗？我是担心你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你看清我了，我是说，夏雨薇多少也能发现，关键时刻池山未必靠得住。我就是要逐步击破他和池山之间的关系。你觉得你这样做？就不会引起池山的怀疑吗？我就是要让他怀疑啊。哎，小心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已经好了，只是眼睛还需要恢复，你得按时吃药。嗯，我听池山打电话，他说他找了一群人。快走，报警，去找人多的地方待着。你呢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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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爹，你下次不准这样了。你是在关心我？
我不想你再替我冒险了。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，把誓言都点燃模糊答案，爱能否带走我的不安。在对峙中试探，不想再躲闪，把实话都说完，如何释然，转身却听见你没关系，你可以不用现在回答我，你可以慢慢想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做什么一定要告诉我，好吗？世事变化无常，眼里失去了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，如何能不设防，是否可以原谅，深爱的人都在说谎，谁又陪在身旁，是一片空茫，只能用直觉去丈量，爱指引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，慢慢陷入无形的网。我好像好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了。那好不容易过个生日，赶紧许愿。我已经在心里许了。那吹蜡烛。我的礼物呢？蛋糕不就是礼物吗？林欣桐，我可救了你好几次，你就拿个蛋糕打发我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要不你送我一个吻，就当做是我的礼物了，好吧？秦梦瑶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反正你也知道我喜欢你，我要什么脸呢？哎呀，伤口是不是裂开了？啊，秦梦瑶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疼死你算了。生日快乐！今天放天假，先不对付池山。你有什么想做的，我都陪你。有。务必确定。谁又陪在身旁，是一片空茫，只能用直觉去丈量。爱指引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，慢慢陷入无形的网。你醒了？
你怎么受的伤？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没有看清楚。那你喝醉了，昨天说的话算数吗？我去给你做卡片。后悔了？我林欣桐说过的话，从来不后悔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把昨天晚上没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完。我去给你弄咖啡。那找到了吗？51%的股份，这些是你逼来骗池山的，对不对？是真的。逼他杀你是不是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只要是你的事，就关我的事。你干嘛要这样对我？我是你仇人的女儿，我爸害死了你爸。秦墨瑶，你不需要这样，你走吧。你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只要看到你。想起你承受的一切，就会想起我爸对你造成的伤害。秦墨瑶，世事变化无常，眼里失去了光，我求你，去掩饰慌张，如何能你放过我吧？是否可以原谅深爱的人都在说谎？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
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你发烧了？你脸色好差啊。其实你是在乎的是吗？我当然在乎了。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绝情的话，要赶紧走，不要跟你在一起什么的，都是因为在乎，因为太在乎了，不想你再承受这些了。我都知道，我也不想让你再折磨自己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我要是从来没有认识过你就好了。你骗人。我就是骗人，你都骗了我那么多回了，不允许我骗你一回吗？你只要不再推开我，我允许你每天都骗我。那我可能每句话都在骗你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一直都很讨厌你。今天早上，我一点都不担心你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。比如，我不爱你。长眼里失去了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，如何能不舍方式不可以原谅，深爱的人不在，不要再相互折磨了好不好？谁又陪在身旁是一片空茫，只能用指尖去丈量，爱指引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，慢慢陷入无形的网，被告人池山犯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盗窃罪，经审判决定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大小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
我们该出发去墓地了。小姐，你的保镖来接你了。你来迟了。还好，不晚。谁又陪在身旁时也一片空茫，只能用直觉去丈量。爱指引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，慢慢陷入无形的网。